上川村の者どもでございます。等我要去看，我去查查这个家徽啊，看能查到是哪个家族的。对吧？有点眼熟。やつの手下どもはすでに川を渡っておる。一刻の猶予もないぞ。森光殿。啊，就全被绑了。いざ。参る。这么随便的吗？哎呦我靠，那个防御没按出来，气死我了。为什么我的攻击怎么会慢一下？我好气呀、啊！死んでおろうが、拙者は上川村にたどり着かねばならぬ。这边有收集物吗？啊，还真有一个。耐力值增加，暂停一下，继续前进。刚才去查了一下家徽，有长得像的，但是没有长得这么就是一个圈的那种，倒是没有。但有个长得倒像挺像棒棒糖的那种。这边都没有人。足は落とされた。ならば、倒れろ。倒れろ。志と指導は山をも動かす。这个就是之前也是的那一段的，一模一样。直接给了一个存点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已达到弹药容量哦，哎，他是靠这个去回复手里剑吗？啊，我们也得加入到攻击中。命之谓之。暂停条线，啊。哎，没防出来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我反应慢吗？还是我那之后没反应啊？直接慢慢反，慢慢弹，慢慢清。致运连击，快速连击加上三角加啊，快速连击再加致晕的终结技，就是暴打，对吗？就是叫什么？这个他们通常喊的什么面啊？就是正面的劈砍、重砍和加上一击。一击重攻击可以打晕，是这样的吗？试试看啊。终结技，
可以用终结技处决眩晕的敌人，以恢复你部分生命值。这是回血的方式。终结技是R1。己の仲間どもは黄泉へ行った。己も死を望む。看起来好浪啊！比我还浪。稲妻のごとき刃をかわせぬであろう。你闪电侠吧！命乞いするなら今のうちで。哎呦，你真快！你真的很快。この犬が。他这个有点不太明白，他那个眩晕攻击他会躲，那我要怎么去眩他？那第三下难道说之后砍也算，还是我必须得是那一下呢？好多是利剑，哎，没地方走了吗？这边向上走是吧？狼。又是手里剑，佛像，收集品。哎，等等，他每一张的收集品，哦，是分开来的呀，原来如此。他等于说，啊，第一张少了一个技能。可是我。眩晕感觉好像看不出效果来呀、啊，我找机会找个地方再试试看。你也是快攻流吗？他还是会躲，还是。他们就吃两下就是会死那种，这重攻击砍不上去。这下就更好玩，就是我他是没动了，然后我的那个两下平砍打上去，然后重攻击的间隔被他补一刀，那这个不是很亏？这个眩晕攻击有点不太会用。那视角拉太远了，这个它有些部分也互动挺有意思的，砍掉一些木头啊、藤蔓之类的。你来呀！我要死，再给我一刀我就死呀！橋は落とされておる。されど。手裏剣。古い金掘りのマブを通って、次まで参ろうぞ。刚才跳题是什么？没看到。全是会掉下去嘛，如果不乱跑，啊、不会，这个倒挺平稳的。就是说，因为我的这个摇杆拉其他地方去，它就会乱跑。噔，能蹲下。戦だと聞いておったのに。雨の中、ババアどもを斬ることは戦ではない。ここを見張ることこそ肝心じゃ。你们还知道这个？つまらぬ役目よ。雨中杀老太不是好事。偷袭哇，我最喜欢了偷袭。
もう案ずることはない。片付けない。若いお方。もし拙者の同志を見てはおらぬか。いいえ。されど捕らえた者。那么多人下来，然后又全被抓了，就留主角一个，这也太弱了吧？都是内贼吧？ご無事で。估计就是想把我们主角害死，然后故意被抓。这边的话，下面不能，看起来下面能下去，但实际上不能走。又是手里剑，哎，手里剑可是我刚刚不是用掉一个嘛，然后就因为做篝火也是回满了嘛，这个不是可以收集吗？电梯，爽。这是断掉的吗？我们先走上。哦，这是之前有一个人在那边丢火把的地方。为什么走到这儿？那里是……我应该往哪走比较靠谱？收集品啊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这边藏了一个收集品。哎，还好不是这种收集品不是很多，而且是能告诉你哪边有收集哪边没收集，这点是不错，至少不会漏掉。那有的像那些游戏呢，就是完全首先它不告诉你哪边没收集，然后另外就是就不告诉你到底有没有收集齐那种，就很疼。那ひどい雨で立ってたら山に倒れちまうぜ。酒に飲まれることへの罰はさ、お見送りに。完蛋，我要死！只要超过一分钟没有战斗啊，就手就超生。病に倒快劈！找到新的收集品啊，这边这个呢不会是提高属性的吧，啊好吧，也是手里剑，手里剑真的超多，这感觉好像可以特别频繁去使用手里剑，看看我这砍法还更舒服点。它这个每个破甲攻击和终结技对穿铠甲敌人有效，我这还真得看一下那个敌人攻击到底是什么。战斗动作，这操作好奇怪，它是按上键进入菜单，又很莫名其妙。然后智云灯灯灯。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砍出来的不太一样？什么鬼啊！
他那个 boss 都是破甲，但眩晕弓箭根本打不出来，所以只能弹纯弹反的方式把他给弹死。重连击，到底什么是重连击？这个眩晕攻击我是真打不出来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打。然后我还是特意去看别人打法，好像也没用中，就是弹反，就纯弹反。只是血比较厚一点，你用一般弹反的话不太容易弹得死，所以只能用那种瞬间弹反去弹他。那东西还能回血，学会了，那东西可以回血。他们闪了一下，手里剑，女をすぐさま離せ。お前は没防住吗？女をすぐさま離せ。お前は後だ。这个需要，这个后面这个家伙需要提前防御，他这个图词实在是远的可怕啊！直接图里不让你，这有时候啊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，这点话，这句话是说的没错的，真的直接怼他脸上去，不让他使用图词这重攻击。哎，他的脚步肯定好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看不清楚。硬劈啊，两次重攻击，行了吧？叫你血厚。超级大滑步，救村民。这上面肯定有什么东西。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个做的是几个意思啊？哦，只是弹药容量而已吗？耐力值增加。怎么进加耐力值？不能给我多加点体力值啊！我要很多很多血，很多很多那种，多到砍不死。哎呀！初次跟向前按住圈。啊，我知道怎么按出来。这个它的按法有点不太一样，它并不是要按一下那种。哎，好像不太一样。对它，哎，别甩别甩，它是要按住之后再去按中，才能打出这个眩晕的皮卡，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真的是没想到它是这样玩的，它。
可怕。这个他这个键位设计，就按键的这个触发设计，实在是不太和下游戏不太一样。就应该走这边走吧，上面是被封死的。我们来等会来打这个处决看看啊，怎么打出来？哎，主角没出来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才对嘛，这才是正确玩法呀！我怎么老按不出来呢？全靠主角对吧？打还能回个血，多爽！真是。哎呦，只要中了最后一下你就和死了没区别。手里剑，手里剑，好多手里剑，你都少一点，我都不用，我都不怎么用手里剑。哎，完蛋，大意。我没有闪啊，对吧？就一个吗？神社。又是手里剑，增加生命值，不错，挺香。那这个东西不能互动一下吗？它其实我觉得这种主打的这种眩晕攻击啊，打晕了之后再去处理是最佳处理方式，不然的话可以秒人，要不然的话那个铠甲龟啊之类的血量也挺大。你光是反他砍死他就好几下，风险太高，那家伙又会重砍，重砍的话。你就具有瞬间的弹反，瞬间的弹反可以有效果，一般的那种防御弹反没有用，他只会把你劈他的体温。哎，你别给我转身。砍腿再砍头，多舒服。哎，那他们现在什么情况？他为什么会突然僵在那不动？我被卡住了。我哭的。那我是要往哪走呢？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？旋转轻砍后退圈圈圈圈，在旋转攻击后施展两次额外轻砍，这么厉害的，看看啊。挺厉害的样子啊！周吉平，止めようとしたんじゃ。されど、されど。そちはなせることをすべて果たしたのだ。他に。拙者のようなものを見ておらぬか。集いまで。どうぞお気をつけて。片付けない。那么处决表演嘛，就一起和处决嘛。
耐力值，我这耐力值是有多长啊？感觉他每次加耐力值之后，就好像没有长一样，就一点点，看不出来区别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手里剑吗？気を抜くでない。気を抜くでない。叩き潰してやる。这怪有时候太脆，就不给你弹反的机会了，不是不给你重砍的机会了。回血，回血，回血，回血！哎，为什么？他有时突然掉头就很奇怪的，而且他的这个眩晕攻击有时候他的连击并不是太好玩，那手感特别的滚，你需要摁住之后，但有时感觉他不会触发，就总之就是有点微妙，你必须得掌握好那个节奏吧，才能非常成功的砍出重击攻击。可以互动，哎哎，为什么转身了？眩晕攻击还是最强，只是他啊摁出来的方式太过诡异，不行了。就有时候能判定出来，有时候判定不出来的，就很麻烦。而且有他的轻攻击配上方向键之后，又会导致你打出那种往前的那种，就是刺激，并不是一般的攻击。南京什么？怒气收集品，怒气收集品可以用来解锁或提升攻击或技能。什么东西？双侧格挡和闪，你按住 R1 轻按 R1 轻按 L1， 你现在会在格挡或闪避时自动面对。这现在是等于说我的格挡是不需要自动闪身的吗？自动转身了，你怎么说？是这样吗？这么强？师傅，我的收集品收集齐了吗？文物还差两个呢。别急着上，别急着上，下面先探。我们要学忍者。
命乞いするなら今のうちに。我觉得好像错过了。哎，这个转身太突然，他这个转身是因为我按那个普攻转，这个。回血，大药瓶。其实有时候可以直接强行防御，只要他不打重攻击的话，我就直接打虚炎云攻击就死了，那不是更方便？也不用考虑他弹反的这个程度，就强行就防呗，对吧？我感觉像这样打法是不是更无赖一点？逃课打法。这个重攻是必须得躲。你算什么？居然不能过吗？感觉是有收集物的样子。这边是正常路，但这边可以进去。小秘密。增加生命值，然后加一个存底，但这个存底藏的也是稀奇古怪的。收集电容量，有点莫名其妙。为什么不能穿铠甲？作为武士没有铠甲。切！まずモテ遊ぶのがお好きなのは。哎，其实重锤死了。用会了眩晕攻击之后，他们就和不存在的一样。すごい場じゃ。森光殿や他の者が生きておるならあそこにおるはずじゃ。被挡住了吗？这是第一场 BOSS 战啊！やっと現れおったか。みんな待っておったぞ。这玩意儿实在是菜到不行啊！这真被抓了，莫名其妙。己が大将か、もしくはただの手下に過ぎぬか。我が君の名のもとに命を殺めることは誉れ高きこと。お前の次は一家親しき者ども皆殺しで。なぜあがく、お前はもう何人も救うことはできぬ。己をここで討ち取れば案ずることはない。看他怎么打。我靠！你这是什么攻击方式啊？
终于无伤。我们这のような輩には情け無用。抓他弹板，然后重攻击两劈，两轮掉半血，总共四刀。安置べき。带走。大事があろう。何が言いたいのじゃ？お前がこうしておるうちに、我が君はすでにお前の村に入っておる。お前が慕う者ども、今や。守ることもできまい。总之那个 boss 就是要读他那个，一个是踢腿，然后下劈的重攻击，一个是连续两个突刺加上一个甩枪的攻击，和两次甩枪加一个突刺的攻击，就这样。那个两次甩枪我是躲不掉，那个东西我真不知道怎么躲。然后但是你可以强行的打乱他一次，和贴身不让他放出那招出来。反正总之，他突刺长防，然后弹反。如果他踢人，就是也长防加弹反，两轮打爆，就这样。